你如果叫我观礼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我连观都不想观，我没那么闲啊。你让我觉得感觉不好，老娘就不去。我花了18000报名，然后什么都没得到。到20个没中。对，都没半个都没中。我交通跟住宿全部加起来40000，不含装法，不含装法应该5-6万了，5-6万。本来我们是连入围都没有。我没有走红毯的机会，我也没有没有必要出席那个什么上台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如果叫我观礼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我连观都不想观，我没那么闲啊。对啊，说我不去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老不去了啊。你们不要，他马上来信跟我们说，证明那个信件，如果可以，希望能够邀请厂商来担任今年活动奖的颁奖人之一。如果你们还愿意，请在信件回复我们是否还愿意参与这个红毯跟颁奖人，非常感谢。这种你让人家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，或者那种让我觉得没有骨气自弃的事，我绝对不干。今天你一句不要去，好，老娘就不去。我觉得你让我觉得感觉不好，老娘就不去。让我觉得你有诚意，老娘怎样，我都给你回敬10分。明年还要去吗？明年有入围就去啊。其实我觉得我怎么讲不好，它是一个蛮新的东西，蛮新颖的东西，我还蛮支持这种新的平台，然后有这种机会，就觉得是一种支持下来的这种平台的一个行动，我们也很多愿意啊，对啊，然后也觉得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打扮自己漂亮，让大家看漂亮，自己也漂亮啊，那我就觉得很开心了啦。